好像用剪刀去掉梗，。郑元畅这部专业厨房和林依晨的合作来到了最终篇，这次两人互换角色，有直树当主厨，想请做助手，但不变的是依旧笑点满满。其实你要好吃要泡，但我想你今天一定一点耐心都不想给他吧。你可以泡啊，反正要泡多久？是可以泡到好几个小时吧。那不要了，好了，你给他15分钟好不好？好，我只给你15分钟。15分钟是泡哦，还不包括煮跟焖哦。会不会我的打抛猪做好了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一个小时嘛，差不多。好嘞。谁跟你要一个小时？我打算30分钟之内我就要把它结束了。真的假的？这个你剩下几片，你要不要把它吃掉？好啊，你喂我啊。这是蒜末是吗？对，但要去皮。来。放一原本的就可以了。你怎么感觉在瞎忙啊？没有，我现在在处理九层塔。我觉得好像用手比较快。你就扭断。他自己说用剪刀去掉梗。你要灵活，要变通。你说30分钟，这是一小时版的。这些食谱真的会整死人哎！哇，我一直在你煮菜哎！小意思。叹气。这是什么歌？你油都还没热，就下去啦。没关系，待会就热了。总有一天它会热。总有一天等到你。厌世脸，其实蛮简单的。零距。冰呢？你可以喝一大口吗？好。帅。帅。哦，到底要煎到什么时候啊？它就不会金黄啊。我觉得你这个节目的那个最大卖点就是看你一直在失控。来喽来喽，糖两小匙，自弄小匙。但它要鱼露怎么了？你甩了一下。九层塔。所以是现在我接手吗？对啊。我要吃田螺啊！好，你吃田螺，我吃我的玫瑰。哎呦，那我要直接咬哦。啊！哎，怎么了？没有，很豪迈，很好，很像你。好喝呀！好开心哦！耶，成功！来，下一道。你第一次主动给我吃哎！哇哦，第一次就成功了耶！还好自己有干涉不少，我觉得可以卖了。拜拜。我做这个节目啊，说实在，我真的就是想要找一些好朋友来，不要有任何工作的感觉，然后就是没有按照脚本，因为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人生就不是有按照脚本可以走。我觉得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其实这是我真心最想要做的事情，然后只是煮菜只是一个幌子而已。媒介对我们周遭的朋友，大概入行也10几年，快20年了吧。然后我觉得，就是你在工作的每一个阶段上面，我觉得你认识到了不同的人，尤其是当初就是在你一开始就认识到的那些朋友，我觉得最珍贵，主要是因为你当初认识他们，到现在再认识他们，其实大都没有变。我想要跟他来弄个板斗，他应该会更失控。然后我就会觉得更好玩。我们可以做别的，
比如说什么玩桌游啊，溯溪啊。嗯，我帮你联络一些可以溯溪的那些人哦。啊，我知道，还是我们下次找那个恶作剧爸爸妈妈一起来。你一定要找他们。他们应该会疯掉。对，他们觉得有点累。他们应该会疯掉。然后冲浪也是我超想尝试，还没尝试。